遇事能原谅别人，你就是菩萨。遇事不怒，是看穿红尘的一种表现。遇事就跳，是执着红尘的一种表现。念念不动，是无念的基础。静自如如，能够让你在无常的变化中学会寂静。从无念到无声，就是一个去除烦恼的修心过程。执着就是只看眼前利益的凡夫。执着的人会把别人对自身的评价看得很重，执着会让你自卑，傲慢心炽盛。观身不净，才不会造业；观受世苦，才不会懈怠；观心无常，才不会烦恼；观法无我，才不会执着。保持清净随缘的心态，才能无欲自然，心如水，随顺内心和外境感受，都是随顺因缘的精进。